Good evening， 尊敬的副总理事，还有理事，还有我的各位的各位领导，很多我的同僚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刚才万简的陈副议长给我们讲的历史的很多不同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只是很精简的说八个字：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祝福平安，还有繁荣昌盛。大家今天晚上有个愉快的晚上，还有世界文化会办这个什么大的宴会，我祝愿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真正很美好。同时，明天在安大略省加拿大市的公众假期，你们可以今天晚上尽情的欢乐，但是。 喝了酒就不用开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真的很愉快的晚上，谢谢。谢谢陈志辉副市长给我们的致辞。那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可能大家肚子都有点饿了。那接下来有请我们豪门宴举行我们的上菜仪式。